又开之前，请在 MC 奶酪爆浆球中抽取组队信息。随机随机。MC。你好。哎，又一组。啊，一号，这儿呢。一号了。你脸嫌弃的样子。二是我们。二，哎，我们四个人一队，多了一个你。你站中间。刚才我们表演的是个凹。一号题的分值是一分，请出题。我，各位面试官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What？ 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记第三、第四个。我记第一，你记第一个，第一第二个，我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，你记第几个？第五个。先来做个自我介绍。各位面试官好，我是今天参加面试的琴琴，我想要应聘的岗位是客户经理，我毕业于社会经验大学，我相信我能凭借所学做好这份工作，希望各位面试官能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是负责人事部的 Angelina。Angelina， 你好，我是负责财务的 Amanda。Amanda， 你好，我是行政部门的 Isabella。Isabella， 你好，我是负责运营的 Michaela。Michaela， 你好，我是您所面试部门的主管 Christina。你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，等会儿和 Angelina 加个微信，等候通知就好。Angelina。Angelina， 第一个是不是 Angelina？ 小点 ，Angelina， 第一个，小点，就是你今天，给我听听，对。二和三不是，我敢确定，是第一个吗？第一个是，我记得，应该是这个。都挺聪明的，都很棒啊，都一样。请公布结果，有可能全错吗？有可能。我是负责人事部的 Angelina。刚才那趴你应该每个人的脸放大看一眼，就是我们每个人。